直接一手闪电剑。人类的意志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全军覆灭。炸他一手。哎我操，完了。算了，我技能我也不教了吧，拉倒吧。那怎么啊，对面有机器人啊。原来对面有机器人啊，我的天哪。我要知道有机器人我就不这样玩了。哎，这个位置怎么会有眼儿的，谁插的呀？这机器人干啥呢？平 A 炸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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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的？平 A 我炸你，你有脾气好像。他们家机器人一直都没出现过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。看来这卡牌的走位我已经知道了。啊，喜欢来回晃。喜欢来回晃。我差不多明白这卡牌到底是怎么走位的了。炸。一下。点燃炸。这个炸怎么能没打着呢？晕的时间好短呢。有点太近了，应该是。直到一技能越远越晕的时间越长，这还能不到吗？科普点别的东西行不行？世界将会崩塌，但我将会留下。这是真是看不见人呢。那硬直着走下去，要是能给你们给抓死，兄弟，我真无话可说了。炸！我还他妈一个技能都不中了呢，还给我走呗。气死我了。小兵啊，嘲笑我小兵。我告诉你啊，不用你嘲笑我。给我炸。炸！我不用你嘲笑我。这咋不走位了呢？哎，不应该死哈。怎么往那 Q 上撞了呢？
这别跟我说话啊，我现在有点问题，我发现我这个应该是纸的问题。我换张纸垫一手。杀卡牌，那潘森有异技能，不好杀。走位来，中路塔皮我吃了。你是真敢在这玩儿啊，兄弟呀！啊，就真就不把我当人呗？炸！再炸！机器人没了啊，小心点。我走了，不吃了。先来一个遗失的章节，中路插个眼儿来。炸，你拿也行。炸，再炸，左边插针眼儿。炸，再炸，平 A 一中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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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潘森炸干哈呢？到时候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那俩人怎么没了呢？哎，丢丢丢，别着急，你看他往哪走来？炸！炸！这波双杀乱配局，游戏要结束了。你干哈呢？炸！走位！不是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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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速，一定好定啊！哎，我不太敢回头啊。还行吧，让机器人给杀了，可以接受。走位。不自信了，蓝莲汉这波就应该走位的，其实这波走位好了，这波走位是不是活了？哎，我怕我走位吧，他又直接给我贴身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什么？
这是相位猛冲的人马，我天！炸！炸！耶！把这武术还给他断了！哎我操，这潘森！哎呀，这潘森有点烦人呐、啊，武术还呀、啊！卡牌传送，上路还可以啊。那潘森抓人太快了，他妈武术还跑得可快了。我都没办法压着卡牌，感觉。下路来一波，尿一下。兜兜兜。小龙。惩戒呢？蓝 buff 给我一个来。好难玩啊，哎呀好难玩啊，这潘森呢、啊、我看到了将宇宙连在一起的力量，那潘森加卡牌两个定点控，哎我操可烦人了，他又武术还又跑不了，我那中路稍微压线压一前一点，就他妈个中路动都没法动，那卡牌压都压不了，没什么可以控制。
要干啥呀？你是不？你他妈的！你咋的呀？他为啥单飞我呀？哎，我这旁边没办法，这潘森跟我旁边，我怎么整？我走下去吧。推下路吧，我就只能跟队友抱团儿，脆身板着。不跟队友抱团，那潘森就给我无限干。面包配黄油，回家出美甲窃魂卷呢？不得，先出别的。这把美甲窃魂卷不适合我们。来个世界专注，先来个大棒子。小龙吧，为啥出炉灯？泽拉斯出炉灯好一点吧。我的实力虽然被限制，但还没有受损。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啊，这怕什么呀，兄弟呀？他们家卡莎都没在。你咋的呀？啊，咋的呀？不是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我怎么的？对狙呗。嘿，我操！他们家有眼儿，我们没有眼儿。哎，好气呀！哎呀，我们没有视野呀！把这卖了吧。还好我们没出美甲的窃魂卷啊，其实刚才这波算有点狼了，你知道吗？正常是不应该跟他对狙的，我有点生气了，给我整生气了，给我整的非常想跟他对一对狙。
你有没有大呀，兄弟？天，为什么这两个人你能只杀了一个呀？这不应该双杀吗？ 早点交大就好了，他不交大，他在那儿忍着，我在忍什么？半球流。 潘森在哪儿？我操！身为一个泽拉斯，这种阵容真的好难玩啊！ 团啊，抱团啊，兄弟们！那大树干哈去了？ 来呀！你这没有近战，我咋过去呀？不是这英雄不适合我，是他们家控制实在是太无赖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卡牌有推推棒，上来啪控我一手我就死，那潘森接着控我就死，一秒钟我人就没，我必须得旁边有人，往里冲，往里打呀！你们不打，你让我怎么打呀，兄弟？ 干呗，这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哎呀，看着这卡牌就那么生气。 那中路根本压不了这卡牌，那潘森老搁这晃晃晃晃，这龙你们打吧。小龙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女妖。 你们觉得呢？哎，我都服你了，我操了，我是不配拿蓝啊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你是有多 C 呀、啊，兄弟，还是咋的？俺俩杀的人一样，你无非比我多6个助攻，你玩个打野，干啥不让我拿着蓝呢？你是玩的是比我多好啊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
干啥呢？可以，这波没出美甲窃魂卷，那卡莎怎么往我脸上冲啊？打工就打工吧，没关系。我这塔不敢拆，这潘森飞大我怎么办？你是？我都没法猜，这英雄给我压力太大了，不敢动。哼，小小 ADC 也配与我抢兵？来，我炸 W 一中，没一中，没一中就算了。那卡莎可能跟野区呢，我们不去啊，跟队友站一块儿。炸一 W。我炸！这不炸他一手？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吧！掩护一下呀！这多害怕呀！这这谁敢动啊？这地方啊！我炸一下！嘚嘚嘚，嘚，我咋的鱿炸那鱿鱼怎么不掉血呢？那鱿鱼好幼的鱿鱼，今天晚上就吃鱿鱼圈了。我的鸡呀、啊！往后点了，我是真是不是那么很敢往前。看我们家这 ADC， 你再看看那银马，银和银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么的大。美甲窃魂卷，换什么子弹？他给我了，他不是说换子弹，关键他钥匙确实没啥用啊。我是一个兜兜兜兜，哎呦我操，移动速度有点快啊。正好升到16级。
哎，潘森，哎，我天哪！鱿鱼一下晕住，哎呀呀，痛痛痛！我们已经14层美甲窃魂卷了，他不敢勾你吗？这头都不敢勾啊！你不勾，我可要杀你了，小伙子！嗨呀！没办法，他跑得太快了。我有点无敌了啊，我现在有点开始有点皮了，看着吗？我可以现在开始小皮了。兜兜兜兜，哎，要我瞄准啊。哎呀，怎么走位了呢？这可惹不起啊，这卡牌要是飞大了，我们是不是够呛了？我们快跑吧。要我说我们先撤，赶紧的先撤，别太狂妄，赶紧回家。炸炸一中，炸炸炸，今天的卡莎我必须得杀他，你们拦不住我，今天他怎么走位都没有用，我四尿必尿死他，那五尿五尿五尿，今天他怎么走位都没用，他只要出现在我视野之中他就已经死了，我说了五尿他必死啊！这居然不是 MVP， 不应该呀！谢谢